وأقف في متحف تشنجو لتاريخ النقل في الخارج. تبدل فخار علي الجودة والمنخفض الأسعار. تريد الحريري الحرية قد عزز تقدم وتنمية العالم. المتبادة والتعايش والمثابرة لها أهمية معثرة عميقة للتفاعل الأعمق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بلدان العربية.细腻的时候，看着忙着不说话的护剪，记忆的色潮在心头排的。山有路，尽为尽，雪恨无涯，一浊浊。这点古老性跟阿拉伯的文字有共同的一个生命。对，就是有一个下去，轻轻往上抬。像中国书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外形，我写了《盖达鲁阿里姆安尼古纳的书》送给他。老师好，开工了。学书法的经历是中国这本大书的开场白，气场。我还会回来，带着阿拉伯的礼物。碰到了我的真爱，就举办了金婚礼。我最喜欢的就是手抓饭，还有抓盘鸡。去了新疆三次，就是结婚的时候，然后老婆是穆斯林，也有汉族人，都是从黑龙江出的，帮助中国文化，推广中国的产品，讲中国的好故事。